好啊，翻嚟講下戲先啊，同阿 Walker 咁啊，今個禮拜咧有兩套戲啊，唔係一套電視劇，一套戲可以講下嘅，咁啊 Transformer One。咁啊，相信好多人好都睇咗，你要睇咗啦。啱啱上嘅就實質，我哋睇嗰啲係咪算唔算係優先場啊？我睇就係今朝睇正場嘅。唔係今朝睇早場，點解？因為平啲。哦，點解係咪好多好多叔叔嬸嬸啊？我冇喎。你好彩啊！冇人啊！我想問你係睇英文版定係中文版？英文版。你係咯。咁我就盲中中走咗睇咗個中文版。係啊。有啲人咧就睇兩次，即係一次中文之後，第二次係睇英文咁樣。但係我哋呢個留翻陣間講，我哋先講咗呢一個嘅。啱啱上咗 Disney Plus 啊，呢個 Avengers All Along 係啦 ，Marvel 叫做2024年嘅結尾之作啦。咁佢一共係啊，因為2024年都完啦嘛。佢一共九集，咁而家就第一個禮拜就一嚟就上兩集。係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嘅話，你就會明白點解佢會上兩集啦。嗯，咁佢嚟緊咧仲有七集啦。咁有好多人咧就會即刻喺度評分啦。哦，九集嘅先。total 九集，咁暫時 so far 啲人我睇翻啲劇評咧，都係話啊，好似 OK， 但係冇 Wonder Vision 咁好睇。嗱，第一集就咁，係一集咁快落趴，都係講呢一個嘅咩嘅，我自己就。係我都唔同意，我都唔同意。係，我唔係話呢套劇會好睇過《Wonder Vision》。嗯，但係純粹以第一二集嚟講咧，我就唔覺得佢輸蝕過《Wonder Vision》嘅。首先咧，如果一套劇，如果佢咁多集未出曬，大家逐集講話佢好睇與唔好睇咧，我覺得有少少以偏概全嘅。因為你要睇曬成個 picture 係點樣，你先至可以俾分。咁如果你話特別有啲人話同 Wonder Vision 去比咧，呢個你更加要打自己 pat pat。點解你要咁講啊？點解咧？如果大家你有留意翻幾年前 Wonder Vision 啱啱上嘅時候，佢都係上兩集，然之後逐集上啦。頭兩集一樣係有人話佢唔好睇嘅。之後咧就個個都拍曬手掌，呢個咧就因為如果你唔睇曬成個 whole picture 係點樣，你就去講咧，你唔知佢想拍乜嘢，咁所以咧你要清楚曬佢成件事係點樣，你就覺得哦，原來佢第一集係咁樣。譬如《Wonder Vision》第一集係喜劇，因為佢到後面先話俾你聽點解喜劇啊？因為原來阿 Wonder 佢細個嘅時候，爸爸媽媽俾阿 Tony Stark 個飛彈射落嚟死嘅時候，執好多 sitcom 俾佢睇，就係睇緊個 sitcom， 所以佢腦裏邊最開心嘅 picture 就係嗰度，所以佢就翻去嗰度。你臨尾先知啊！所以如果你而家淨係睇Agatha， 淨係睇頭兩集咧，就唔好咁快去落個定論住。同埋佢第一集佢而家嗰個偵探故事咧，其實都係另一套電視劇噶嘛。係 啊，我冇睇過。致敬位啊，大佬！我有睇，好睇。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套嘢係啊，由鍾哥去講咧，就真係正，因為你真係炒咗好多驚慄片啊，當其時喺美國一啲好受歡迎嘅連續劇啊。我諗你有好多都睇過，同埋你一睇。即係變咗好似睇 Deadpool 咁樣，你會有好多共鳴啊！我都冇辦法睇得曬啊！即係你好籠統地，大家知道佢當其時係想玩啲乜嘢嘅風格，同埋佢亦都好諷刺嘅，啲對白咧係零舍，你感覺到佢係諷刺緊嗰類型嘅劇嘅，即係講緊嗰類型嘅劇，嗰啲主角會有嘅人物設計啊，會講嘅對白啊，或者個故事嘅 setting 啊，即係佢講到好出咁樣啦，即係。不忘咁話俾你聽，其實那些都係有啲笑點嚟嘅啫。係啊，咁如果你要好了解，不過呢一套戲咧，如果你冇睇過《Wonder Vision》，你去睇呢一套《Agatha》咧，係會爭啲嘅，會唔明即係會爭啲，因為你即係冇嗰啲關係啊。你就係一開始即係懸疑案，有條絲好明顯暗示係 Wanda 啦。咁你冇睇之前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其實你會。你會諗，無啦啦條絲咁，你做乜令到個女主角咁大反應咧？嗰個你除咗睇《Wonder Vision》個電視劇之外，你又要睇翻《Doctor Strange 2》啦。你唔知道你又唔知道，原來嗰個係即係有可能係 Wanda 啦。所以有連續性嘅。有連續性嘅。咁呢個其實一路都係詬病緊究竟 Disney Plus 同埋Marvel Universe 嗰個關係嘅。即係之前咧，佢最初成立嗰個 Disney Plus 就係想引睇開 MCU 電影嘅觀眾落去睇 Disney Plus 啊嘛，咁而家已經證明咗係唔得㗎啦，咁所以但係呢個咧都係因為係前朝嘅產物嚟㗎。啱想講唔得嘅原因真係係嗰一班人轉曬，但係今次嘅監製係咪監製啊？我唔知用翻舊班底喎，唔係都舊班底，但係佢呢一個成件事即係Agatha喺個製作期都係前朝嘅產物嚟嘅，所以。
冇錯，我跳一跳，可能一陣都會講。所以有機會都會係政治正確嘅片。誒唔使有機會，有機會係啊！而家出曬啦，係啊！所以咧，阿Agatha話要組嗰個女巫團咧，我未睇 trailer， 我已經知嗱，一定咧已經係個白人啦，即係阿Agatha白人啦，係應該有個黑人啦，果然啦，應該有個黃種人啦，果然啦，跟住有一個老嘅嗱。點都就算嗰個唔係女仆，都揾一個老嘅嚟。咁跟應該有一個有同性戀嘅喺度啦。因為嗱呢、這個咧，反而我會覺得冇問題喎。因為本身漫畫嗰個角色係同性戀嘅，咁所以揾翻嗰個咪啱咯。咁、但係另外嗰啲佢加落去咧，咁嗱暫時嚟講，我都覺得可以接受。暫時嚟講，希望佢唔好搞得太過多嗰啲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佢其實暫即係你話 so far 其實佢嗰個重點唔係放喺嗰啲地方。係啊，即係譬如希望係嗱，譬如你話鷹眼咧，我中意睇鷹眼啦，我唔係唔中意。鷹眼 OK 啊，但係鷹眼咧，佢係真係借咗個故仔嚟帶大家去關注一啲聾人嘅問題，即係嗰啲聽覺唔有問題。唔係嗰個 Echo 啊嘛，你講緊。唔係鷹眼啊，佢本身鷹眼個男主角佢咪因為佢咁多年嘅戰士咧，令到佢聽唔到嘢。咁佢喺鷹眼入邊，佢有即係佢。解釋俾你聽，聾人嘅世界係點樣？有啲人係天生係聾，好似嗰個 Echo 咁樣，亦都係好似鷹眼係佢本身就可能年紀大啦，或者嗰啲叫做工作失聰啦嚇咁樣。咁佢借呢個劇係即係帶出咗啲呢個問題。咁但係譬如今次嘅劇雖然個 set 即係佢一開始 set 咗咧就話角色入邊會有同性戀者啊，會有有色人種啊咁樣。但其實個故仔本身咧佢係冇講呢類型嘅，冇講。即係重點唔係擺喺唔係擺喺度，佢只不過係想。其實最初嘅時候，即係當我哋而家叫左膠嗰班人，佢講出咗話，希望喺故事入面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角色？佢只不過係想話希望啲小朋友好自然咁樣會見到呢個世界係有唔同嘅人，而唔係話我哋每一套劇都要講呢個 topic。呢個係後屘行咗另外一個方向，歪咗嘅方，或者叫早前嘅行咗一個方向咯。但係初頭只不過會話可唔可以喺劇即係或者芭比可唔可以有個黑人？即係只不過係話希望啲小朋友可以見到一啲。好自然咁樣見到一啲係屬於少數，無論係性小眾或者少數民族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好令到唔使套劇都淨係見到白人。不過呢個題外話，我成日覺得套戲本身有冇需要做過一樣嘢？譬如正話 Walker 講嗰個當然咧，佢哋會有一個要求，希望可以喺啲戲裏邊睇到有唔同嘅取向、唔同嘅種族，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我都係翻我都係阿 Kevin Feige 講嗰句嘅，個戲本身要好睇先啦。呢個先至係重點啊！如果唔係你為咗夾硬擺落去而破壞咗套戲咧，其實所有嘅嘢咧就得唔到原本嘅效果，我覺得呢個係仲會冇錯破壞咗，係啦，呢個係錦上添花咯，唔可以弄巧反拙咯。係啊，暫時叫做睇咗兩集，我就睇咗一集啫，咁我講。即係有咁嘅 topic， 所以我嘭嘭聲睇第一集，俾兩位個感覺係點樣咧？舒服嗎？我絕對收貨。我就話講話點解佢要用即係第一次就一出兩集，跟住就逐集嚟咧？咁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其實佢頭兩集係一集嚟嘅，我覺得，因為佢第二集嘅結局咧。就係、是、第二集完啊，唔係結局。第二集完嘅時候咧，就係講佢哋終於搭呢一班人就搭上咗女巫之路啦。咁其實個故事未開始咯，因為佢今次就係講究竟呢一班人點樣通過女巫之路，特別係Agatha啦，點樣攞翻佢啲嘢啊？即係佢攞就係佢失去咗嘅法力啊嘛，那個魔法啊嘛，就係通過咗。所以呢個其實頭兩集係個 intro 嚟嘅啫，就啱啱好。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如果你我贊咗先。我好中意個女主角啊，係好中意佢，好氣到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會唔會做多咗少少？嗱，呢個就好有趣嘅。咁譬如話你做一個特別係電視劇，即係電視劇集數多時數多嘛，同電影唔同啊嘛。如果你做電視劇，我哋成日話你當你做一個主角同做一個配角嘅分別係乜嘢？即係演員去做嘅時候，你點樣？譬如你揸住個劇本，我係做一個主角；同我揸住個劇本，我係做配角。你點樣去？不同啊個做法，咁啊唔係都係咁做啫，根據嗰個角色係嘅，當然根據個角色啦。但係你點樣去處理呢、這個呢兩個角呢兩個唔同嘅身份係有唔同嘅。首先做主角唔好做咁多嘢，點解呢？因為主角其實好多時候個劇情已經帶動咗你成為成個戲嘅焦點。如果你做得多，會有反感嘅。我唔開名講，如果你大家留意有啲外國嘅電影電視或者啲香港嘅電視
或者電影，你會見到有些主角是很喜歡長長戲都做很多事的，最後呢就會有反效果，令到覺得煩厭。所以呢要記住一句說話叫做 less is more， 因為本身一個主角嘛，主角其實所有人是幫緊你做戲的，令到你推到你去主角那個位置，你要信其他人。咁譬如話呢個可以開名講，我舉個實例，譬如周星馳。周星馳留意一下，佢做到後期，佢真係已經係自己孭曬飛，特別係佢做埋導演之後，佢通常長工七號，再之前啊，功夫少林足球開始，少林足球啦，功夫啦，佢之後都係拍咗幾套啫，少林足球啦，功夫啦，長江七號啦，你留意一下佢自己好少做嘅，佢啲笑位俾曬身邊啲人做嘅。佢做反應多，係啦，咁但係插刀喎，係啦，但你會諗下邊個係主角啊？周星馳咯，邊個最好笑啊？隔離啲人，咁你成個戲身邊啲人咧，佢哋做好多嘢，但係佢哋出曬，即係譬如話阿包租婆啊嗰啲咁，包租公嗰啲，佢哋做好多嘢，佢哋已經笑曬，主角行出嚟攞個主角光環就得㗎啦。嗱，呢個咧就今次擺落去阿格法，我就覺得如果以佢之前做 Wonder Vision， 佢係 perfect。因為他是一個配角，但是今次呢如果他作為一個主角呢，我就覺得咦好像不用那麼用力，輕一點，他真的很用力，但是呢他就因為他之前承接了 他那個角色，就是這樣是要 match 回嘛，但是這個挺有趣的，但是都是那句看完這麼多集先，因為譬如在預告片裡面他有些位置呢是很吸引到我，譬如有些、大賴或者 很憤怒的一些鏡頭，我未知後面他怎樣鋪排的，是啊，究竟為什麼呢？即是很吸引的，這個是吸引的。我反而我期待是，因為大家有看到 Wonder Vision 都知道本身阿加莎是一個我用無惡不作來用的人，即是他怎樣將之前的女巫怎樣遷滅、啊、怎樣害死，跟著即能夠成為坐在女巫界的頂端，跟著再想辦法去拿這個黑暗神書，有沒有記錯的名字？今集就是既然已經沒有了他最大最強的敵人 Scarlet Witch、而這一班女巫跟他一起走的，我相信會是、即是我會期待是一些黑吃黑和勾心鬥角的劇情，應該會有啊，所以變了這一件事我接下來 是想看這些東西。他第二集已經有了，即是阿格法原本就說你攻擊我，你攻擊我，這樣叫其他女巫、用魔力打他嘛、但是因為原來阿格法怎樣可以用到啲魔得翻啲魔法，就係人哋要攻擊佢，佢先至可以吸到人哋嗰啲嘢啊嘛。咁已經有呢啲啊。咁但係如果你話頭兩集，我就講頭兩集，你即係話同阿 Walker 都講，我就覺得交代其他角色咧太趕啦。其實我差唔多冇咯。好似冇啊。其實因為佢咁多個角色嗰啲另外嗰啲女巫咧，如果你俾多少少時間講一講，而家基本上冇覺得一場戲。往後會唔會有機會啊？當然呢個二集啫，我希望會係。其實我同意嘅，即係每一個角色你點樣描寫、點樣成長、點樣令啲觀眾去吸收咧，係要時間嘅。但你係要俾啲篇幅佢去表達咯。你要有共鳴啊嘛，即係首先我自己覺得佢有一度好聰明嘅，今次選角好聰明嘅，即係佢揀咗幾個即係好討好。即係甚至係當時得令嘅女演員啊，即係上緊位。佢同第一集嗰個對手啦，Audrey Plaza 啦，咁其實係一個好有觀眾緣，喺美國好，即係佢又唔係佢未到 A 一一線，但係佢一個好有觀眾緣嘅電視女星，而家去咗電影界啦。將會出啊，佢拍電視先㗎嘛，佢拍電視先嘅，咁但係佢而家已經上曬位㗎啦。咁跟住落嚟，唔知道好定壞事啦。阿科普拉即係教父嘅導演咧。有一套電影就係呢套叫做 Metropolitan， 應該叫做大都會啦嘅翻拍版啦，係阿哥普拉自己揞荷包拍嘅，咁啊係阿 Adam Driver 即係黑武士啊，黑武士個黑武士新嗰個唔係新嗰個 Adam Driver 做男主角嘅，咁係應該亦都係 Audrey Plaza 做，咁啊唔知係龍係鳳啦，因為呢套劇咧呢套電影未上啦，咁可能係 flop 都未定嘅，咁但係起碼佢而家即係。佢捉到好啊！呢個 moment 就係佢想，可能係佢想，可能係佢想影后之前嘅呢個電視作品啦，嚇都唔知啦。咁另外有一個女演員咧，係亦都係非常之討好，就係後屘湊夠數嗰個阿嬸咧。嗰個上一集有噶嘛？係啦。咁呢個真係一個 question mark。係啊，咁呢個會幾長嘅。係啦，咁呢個阿嬸亦都係一個都係家傳户曉嘅。
以前啲喜劇電視劇經常會有做阿媽嗰啲角色嘅女演員，咁佢即係好有喜感嘅。咁係啦，咁首先個選角好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第一集咧，你覺唔覺得有一種感覺啦 ？Wonder Vision， 我哋再 compare Wonder Vision 咧，第一集咧就係一成第一集全集咧都係模仿緊。當年嗰啲黑白片時代，五十年代嗰兩集跟住六十年代，跟住七十年代，而家呢個就係二千年咧，因為嗰個 Mayor of East Town 啊嘛，嗰、那個佢模仿嗰套電視劇。咁但係咧，今次咧，可能上次其實我係即係少部分係覺得 Wonder Vision 個開頭咧比較慢嘅，同埋因為佢係諷刺，佢係想模仿啲喜劇，但其實就唔係話咁好笑，即係佢做唔到真係話令到你捧腹大笑嗰種。因為年代唔同咗嘛。係啊，咁變咗你咪唔知道睇緊乜嘢咯？你又你係喜劇，但係又唔係真係好笑。如果係可能我哋年紀大啲之前，即係經歷過嗰個黑白電視嘅年代，可能會笑得開心。不過呢度咧，如果阿 Walker 咁講咧，我要翻轉頭讚翻佢哋先啦，即係 Wonder Vision 先。即係我哋話每一類型嘅戲咧，我哋有啲唔同嘅技巧去處理噶嘛。呢、這個真係要讚一讚嗰幾個演員同 Wonder Vision 嗰幾個演員啦。佢哋每一個戲個 style 係做翻曬嗰陣時嗰種嘅方法去做嘅。演員係啊，你好難處理。有陣時候譬如你做開譬如現家嗰啲。你做開嗰啲 sitcom 嗰啲，即係我爭啲講咗個名字，佢呢啲先好睇大佬。你見佢哋做另外一啲類型咧，佢哋可能未必駕馭到嘅。但係嗰幾個演員，你睇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二千年，你分到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即係遊刃有餘添啊！我覺得這樣今次阿 Gaffa 咧，佢可能就係吸收咗呢一樣嘢，所以佢知道佢唔能夠照版主碗咁樣做，佢就將第一集咧係前段咧就係、是仿效、模仿或者諷刺而家嘅嗰啲比較 dark 嘅警匪劇啦、查案劇啦，咁但係去到中段嘅時候咧，就已經穿咗橋，就翻翻去就真實世界啦。因為佢驚大家都已經知道其實嗰條橋係咁樣，佢唔想再喺度抌波鐘啊。係啦，咁跟住仲有冇打打鬥場面都有啦，同埋嗰場幾好睇喎，嗰場打即係拳拳到肉喎，即係第一集係啦。咁變咗第一集咧就好似濃縮咗咩都即係。有啲趕啫，有啲趕，係有啲趕嘅，所以我就覺得係有少少趕，但係佢就驚你悶啦，乜嘢都俾曬你喺第一集。究竟嗰個少年天係咩？哎呀，一定係阿 Wanda 個仔啊，即係一定係 Wanda 嘅仔嚟嘅。有幾個説法嘅，網上見到就話會唔會係 Wanda 個仔咧？但又可能未必係，咁啊會唔會係佢？因為你喺呢套劇咧，你加到原來阿 Gaffa 咧，佢應該係。有個亡子嘅，佢有個仔死咗嘅，咁甚至咧，有佢暗示，唔知係咪暗示咧，就話佢個仔會唔會佢自己奉獻咗俾作為祭祀？咁就唔知啦。嗱，如果好快講埋呢個，陣間嗰邊今日好多玩具開，多謝 Vicky 聽先，多謝曬 Vicky， 多謝曬。嗱，咁而家關於個戲後邊會有啲咩出現咧？大家有兩個推測，第一就係係咪最後阿 Agatha 佢可以救翻醒阿 Wanda？哦，因為 Wanda 死咗噶嘛，即係officially 就話佢死咗噶嘛，咁但係會唔會喺最後阿 Wanda 會醒翻啦？即係因為你知點解咧？我快講講，因為咧阿 Wanda 呢排即係個演員啊 Elizabeth Olsen 咧呢排咧好忙咁宣傳緊佢自己嘅兩套作品。佢已經喺啲訪問度咧開曬口話，唔係啊，我唔介意再做翻 Wanda 噶，係啊，唔介意啊，係咁講，係咁講。係啊，我都希望咧 feel 到啦，即係傳聞話有佢自己獨立電影添啦，即係 Wanda 阿 Wanda 嘅 Scarlet Witch 嘅獨立電影啦，係啊 ，Scarlet Witch 嘅獨立電影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喺度估，喂，究竟即係成個戲去到最後，而家阿 Agatha 呢一個角色啊，會唔會係第二個 Loki 啊？即係佢由原本唔係。是原本由壞人嘅變咗做一個好人，其實都有少少嘅，有啲似，因為佢已經冇曬 power 咧，已經同情咗佢。因為你行咗呢一個女巫之路，究竟佢會唔會有第二種嘅體會就唔知啊嘛。咁如果係嘅話咧，因為上一次 Loki 嗰個角色嗰個弧線行得好靚嘅，即係由最初一個反派變咗一個救世主，行到好靚。咁 Agatha 會唔會喺魔法嗰個界別裏邊行翻呢條線咧？我自己真係唔知啦。如果即係我個人意見咧，佢咁樣編排我係唔中意。因為你諗一諗又即係。你 Loki 由大角轉，因為有好多時間去寫 Loki，你會見到佢一個心路歷程，同埋佢真係細個嗰陣時候，我亦都唔見到佢真係窮兇極惡嗰只。但係 Agatha 唔係，佢真係窮兇極惡嘅，即係點樣去煽其他女巫，點樣即係將佢哋送上去燒咗。即係你喺 Wonder Vision 其實你見到，即係佢有交代過佢點樣成為咗女巫之王。
即係嗰種心狠手辣咧，你好難去再將佢性格變翻好人。就覺得睇埋啦。不過如果所有嘢加埋咧，其實頭兩集我都俾85分嘅，即係值得追看噶啦。好啦，咁陣間翻嚟，我哋再講埋 Transformer One 啦。喂，睇睇嗰邊有啲咩開心。TV をご覧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しだねねです。ザ仮面ライダー展の海外初展示となる香港での開催、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就任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参加できた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ぜひ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待ってます。